你真是最可爱的宝宝，该喝东西喽。不，不要。算了，那我喝吧。那要不要这个好吃的优格啊？嗯，又香又浓郁。来，亲爱的，试试看嘛。不要。你总得吃点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想我有办法了。先拿一盒优格，加点食用色素，好好搅和一下，颜色真鲜艳，应该可以了。亲爱的，你看，哇哦，是蓝色的，我要全部吃掉吧，小公主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哦，我的小女孩长大了，来把漂亮的脸擦干净吧。还有一点，好玩吗？真是聪明的宝宝。啊，她去哪了？毕竟是个宝宝，不会跑太远的。你去哪了？哎呀，地上都是玩具，看来我得清理一下了。你在这吗？我听得到你的声音呢。他怎么那么会躲啊？是不是躲在橱柜里？停啊，别跑啊！终于抓到你了，妈妈抱一下啊。看来得防止你偷跑才行，用这个围栏刚刚好，这样你应该逃不出来了吧？真后悔没早点想到。现在可以继续看书了，真是有用。好，亲爱的，嘴巴打开。不，好恶心哦。亲爱的，你得保持牙齿干净健康才行。OK， 你看这漂亮的独角兽。哇，妈咪，让我看。等一下，是牙刷，你骗我。啊，我可没时间整天耗在这。有了，或许可以用这些小石头。这个妙招需要一点装饰用的小石头和一张卡通图片，像这样，在石头上挤一点热熔胶，然后粘在图片上，一直重复，直到你贴好整嘴的牙齿。用彩色笔帮石头加点颜色。看来他们忘了用牙线呢。亲爱的，要不要玩个游戏啊？让我们把牙齿上的污渍都清干净。哇哦，妈妈，这些牙齿好脏哦。妈咪，你看我弄好了，他们全都干干净净了。妈妈，或许我也该刷一下我的牙齿。好主意，你的牙刷在这。我快画好了，这支笔坏了。嗯，或许可以舔一下，还是没用，真讨厌。趁水猜笔，我想完成我的画了。小心点，亲爱的，试试粉红色好了。这只也不行，哦，差点丢到我。够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没办法完成我的画，所有的笔都坏了。啊，这还真是个问题呢，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。有了，妈咪会解决问题的。快点哦，拿一张湿纸巾，然后折一半，接着把湿纸巾放在胶带上，把棉花棒放在湿纸巾上，然后卷起来，记得棉花棒的两端要露在外面，一直卷到胶带那边，然后剪下来。现在把彩色墨水滴在棉花棒的头上，湿纸巾会吸收所有的墨水，简易彩色笔就完成了。给你吧，小甜心。哇哦，我也可以画画了，谢谢你，妈妈，太好了。我要来画一个太阳，真漂亮，亲爱的，真是好玩。我们该走了，亲爱的，妈咪得去抓坏人了。把玩具放下，来穿夹克吧。
谢谢妈咪。你真是长大了，而且也变重了。有人伙食不错的说，好好玩哦，妈妈。哦，差点连疝气都跑出来了。好了，把靴子穿好。Cheryl，快来这边啦。看他跑来跑去的，真是可爱。嗯，或许可以靠住他。不行了，坏妈妈才会那样。不过，手张开！我是无辜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才怪！这种借口我可听得多了。去警察局吧。这给了我一个点子。我需要两个手印，把它们剪成圆形，然后贴在墙上。嘿，妈妈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。你可以把手放在墙上吗？好啊，那很简单了，妈妈。你看，我可以哦。然后呢，妈妈？别动，亲爱的，你做得很棒哦。Yeah， 你做到了，你赢了。真的吗 ？Yeah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啦啦啦啦啦！我最喜欢打扫了。啊，有电话呢。哇，他真贴心。奶奶要来我们家，还有礼物要送你呢。有没有很高兴啊？哦吼，我来喽！谁的奶奶这么漂亮啊？啊？嗨，快进来吧！我的宝贝乖孙在这啊。看奶奶带了什么来？你长大好多呢，能看到你真好。现在来打开礼物好吗？你喜欢吗？哦哦不，这礼物错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搞了大乌龙。没关系了，妈，可以留着它长大再穿。看，只是大了点，看起来很棒啊！你看，你穿着鞋子走走看。哇，的确是有点太大了，我挺喜欢的。等一下，我有办法补救了。亲爱的，麻烦你站在那张纸上，让我瞄出你的脚。很好，真乖。然后把脚型剪下来，老妈，这个给你。用来干嘛？哦，我懂了，我要这个尺寸的鞋子，是给我孙子的。麻烦等一下哦，这应该刚刚好。让我比一比，完全刚好，就要这双。哦，谢谢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好了，亲爱的，奶奶这次带来的鞋子不会错了，来试试看好吗？先穿左脚，然后鞋带绑好。看起来好多了，真是高兴。怎么有人有这么多的 Puppet 啊？剩下的在这，这应该是全部了。还差点忘了，进去吧，然后把它遮起来。准备好了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超多 Puppy 的。你会需要这个潜水镜。谢谢。预备备，找出 Simple Dimple， 开始。好好玩哦。快没时间了，快点快点！哦，是场比赛呢，肯定在这里面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找不到哎，等一下，找到了，妈咪，我成功了！我的女人真棒，赞呢，真为你感到骄傲。现在可以好好玩了。你真是最棒的妈咪。别忘了和朋友分享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看好玩又实用的影片哦。